常常会拿他们的那个，就是比如说换季啊，然后那有一些小孩子不能穿的衣服，大人长大了、啊，那他就会拿来这边。像这也是啊，做回收的时候人家拿出来的，蛮凉快的啊，可以在家穿啊。有的人就觉得，哎，可以买。对对对，你就可以买，然后做爱心，把钱投到爱心箱里这样子。要的人都可以洗衣服，就是我希望他都投爱心箱，十块二十块都好，哎，金额都不高，因为我们这里有写。铜板价商品就是都是100块以下。我常跟师兄说够用就好，小孩都大了，所以我也不强求说要多好多好，对，不能像以前这么好了啦，这是一定的。这个早餐店当一个道场，然后跟大家结好缘呢，可以跟他说业上人的法，然后跟他跟他说这个素食的好，然后其实这样是我觉得是能做到这样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